好，我是李从伟老师。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，什么样的面相是大富大贵的豪门女呢？第一点，额头饱满；第二呢，是颧骨要饱满；第三，鼻高，鼻头要圆润。鼻子代表女人的夫妻和财运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的鼻高，鼻头又圆润的话，代表呢，你具有一个不错的财运，也可以红旺夫。第四，看一下你的下巴是否圆润，最好是有一些微微上翘，因为呢，下巴勾勾，晚景无忧，代表你婚后可以旺夫，也可以旺自己。第五个呢，是锁骨周围要饱满。另外，再看一下我们的小腹，小腹要微圆微挺。最后再看一下我们的盆骨，盆骨要圆要大。如果具有以上的几点，恭喜你，你是具有这个大富大贵的豪门女的面相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面相知识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阴阳面相学的课程，我们的全球同步，可以在线上。